Hello， 大家好，那这次来介绍这款进行封测的游戏《散乱神乐百花缭乱》，我们就直接进来吧。这已经是第三次封测了，来我们看一下这群巨乳美少女，哇，学拳耶。好啦，我们就用国立半藏学院，赶快进来呀。其实我蛮喜欢学拳的，学拳啊。哇，封测三次哦，那也蛮厉害的，可以封测那么多次。飞鸟，那这个是放置挂机类型的吗？M 卡的飞鸟，喂，还可以，我可以到三倍速哎。还不错哎，虽然人物小只了一点，但是该有的都还算是有啊。你看释放技能呢、啊，都还算是蛮生动的啊、哦，神奇啦。他，你看，你看他制作不良，你看我们的飞鸟啊，一瞬间就死掉了。反而是强化葛城呢，奇，那呢？他彻彻底底是死上来的啊！离线挂机收益。哇，这类型啊，散乱神乐把它做成这种放置挂机也不错，但是它性感的好身材可能就难以看见了啊、哦。斑鸠，就是要进行强化一下，不然打不过人家啊，怎么行？配置，哦，啊，好，第三次三掌封测有问卷哦，可以送买卡点数。其实你要说第三次三掌封测，我倒是觉得有点像开发中的游戏哦，也没错啦，都在封测，因为有一些东西你不能点它，你一点它就会当掉了。不过我感觉好像活动项目游戏的活动项目有点少。就是比较单调一点的、啊，升级了。副本，哎呦，这按什么、啊？我靠，这不错啊！哇，这就是他的副本哦，也太扯了吧！来吧。
你们按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哦。基于人道立场，我要避开一些十八禁的部位。奇怪的感觉，你刚刚是不是讲奇怪的感觉啊？我也是这样觉得。亚斐 ，Hello， 亚斐，你好吗 ？How are you？ 道具を触っている。但这个这种副本啊，这是可以让你哎，难度二是什么？哇！哎，都没有变啊。这脱衣游戏损太少了吧？这个你要叫自动按键精灵来才行嘞。这个按不了，十几秒而已哦。我叫了自动按键精灵来啊，也赢不了。那感觉还不错哎啊。喂，他这个副本做的是相当特别哦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叫相当特别？绝对不是因为他太性感，而是。很少有放置型游戏啊，他把副本做成其他的玩法。一般副本也是对大部分的游戏来讲还是一模一样的场景啊，在那边刷刷刷刷刷，其实会让我有点烦闷。刚刚那个就不会，刚刚那就是那里玩爽的，好吧？那整体游戏简短体验到这边，我们就一起期待他的公测来临吧。大家拜拜。Legendary! 保险是个陷阱! Double kill!